玩家知道玩真古龙会送现金吗？不知道的话就落伍咯。真古龙现在可是号召了炙热堂的玩家们，只要玩过其中一个游戏就可以拿到稀有宝物，到底该如何获得呢？赶快来看看我们的报道咯。炙热堂2014年好评大作《真古龙群侠传 Online》，现在可是受到热烈的讨论与回响。除了送现金与游戏内众多好礼活动领到手软之外，现在为了感谢广大支持炙热堂游戏的玩家们，只要玩家曾经拥有过《缥缈之旅》《古龙争霸》《夜明师》或是《霹雳神州》的账号，将可以参加炙热堂之友活动，将会收到特殊的武器兑换卡。另外也加开了全新伺服器小李飞刀，并在官网宣布了更多的加开虚宝，人人都有奖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上真古龙来拿好康吧！真古龙群侠传 Online。